大象说当月饼吃，送人，送人送礼都很有面子的叔叔阿姨们，而且很好吃哦。去年就是快过春节了的时候，好多叔叔阿姨们都是买了20箱、15箱。那我现在直接给大象200单是吧？只有200单，拼手速去抢！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拍个，至少得拍个两箱吧，两箱起拍或者3箱、5箱都可以，全靠运气、啊。39.9块。对，20个饼，对吧？没错，20个饼，这么一箱，叔叔阿姨哥姐们，40块，我的个天哪！40块钱，一箱牛奶多少钱？一箱月饼，现在从网上买一箱月饼，就是差一点的，至少也要70-80，七八十，至少的吧，六七十，100-200的都比比皆是，便不便宜？觉得便宜的，公屏上面给我打2个字便宜，不然的话，我说实话，何总，我也知道这个你是亏钱的，是吧？不然我都不好意思上。说真心话，2块钱一个，你到俄罗斯找不到啊？这个是今年都你到乌克兰你也买，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们来云南旅游，这个都是5-6块钱一个。5、4、3、2、1，我要看到的是秒抢光，我要看到的是秒抢光，记住，我要看，去给我买3箱、5箱、10箱、8箱，给我使劲的买，好吃便宜，使劲的买，叔叔阿姨哥姐们，送人，送七大姑八大姨，不要送月饼了，月饼没人吃。你知道他们尝尝云南的月饼，云南的月饼非常的好吃，不好吃还是那句话，丢垃圾桶。我再吃一个叔叔阿姨，钱给我退，太好吃了。何总行不行？我这个承诺行不行？可以，可以吧？这个我做的，为什么我敢硬气这么硬气？因为它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我去年真的是刷一个姐妹，这个非常，而且它这个饼啊，还有最后30呢，这么快吗？就30了，你们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太快了。哇，真的特别好吃，叔叔阿姨们，你们看这个皮一层一层很酥，老人小孩都爱吃。中秋节了，个对，好肉肉，肉肉都吃，你都吃了好几个喽，太好吃了。但是真的确实好吃，叔叔阿姨哥姐们，赶快去抢，抢不到就不要再让我们上了，好不好？拼手速，叔叔阿姨哥姐们一定要买个5箱、10箱。中秋节的时候就是还有最后10单，最后10单。最后10单是刷一个姐姐们，速度可以吧？太快了，必须的，真的，这个鲜花主要是这个鲜花是很好吃，独立包装真的很好吃。一箱有20个是刷一个姐们，不是说中秋节送礼的时候送，就不是中秋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拎着，我就问你们有没有面子，40块钱，你到哪里？你比方说我今天到领导家，或者说中秋节给不知道有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大老板，肯定有。不知道中秋节给你们员工送什么东西的，一人安排2箱，稳不稳当？对，牛不牛逼？太好吃了，刷一个。没有了，太快了。真的，主要是抢的太快，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卖了。太久没卖了，说实话。我说你们这么久不开播了，我的妈！这么多人都像等着你们一样。都在等着。我们的粉丝粘性就是这么的强。嗯。我想问一下阿牛呢？阿牛。哦，阿牛，就是你姐姐嘛，她最近不知道，是没事，我想她了。叔叔阿姨哥姐们，这个鲜花饼，真心话啊，叔叔阿姨哥姐们买来送人，走亲访友都超级超级的有面子，超级超级的好，走亲访友送人，最主要它是真的好吃，它是真的真的超级的好吃。一箱有，再给你们看一下。饼一层一层的酥脆，特别酥，而且里面的鲜花都是新鲜的，都是新货。想要备什么母是吧？现烤。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今天封号我都给你们上。别说。行不行？我今天就做抱着封号的态度给你们干。你们看小苗今天宠不宠粉就完了，我今天必给你们上。你还是悠着稳着点啊。我稳不了，我还想因为我好好你听我说，封号他最多封我一个月，我一个月后再见嘛。我等你等的，但是你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他们都在等那个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还有那个商什么什么东西，别急，但是我今天一定给你们上，但是要等快下播的时候，行不行？能不能等？能等的咱们打个能，不然的话现在给你们上，等一下真的就毕业了，直接下播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多多能，我今天必给你们上安排鲜花饼。没想到鲜花饼还有没抢到的？这么尴尬吗？你们这个鲜花饼有没有没抢到的？没抢到的扣个一。刚刚好多，刚刚有个阿姨在说：“阿米你在吃，但我没抢到。”现在我们哥上再给我上200单。
再上200的，你回去让员工加一下班嘛，好不好？因为快中秋节了，我们粉丝也需要。不过说实话，他公司现在也做不出来，真是。嗯。我现在每天。我就问你要最后200的。我。最后200，谁要是再问你要一单，谁就是小组。把诚意拿出来嘛，何总。不要说了，我是321上车。双车叔叔阿哥姐妹，最后一波啊，最后一波，赶快去拍。今天我说的他。嗯。好吧，叔叔阿哥姐妹，今天小苗还是有点强势的。厉害厉害厉害。真的，一箱有20个叔叔阿姨们，一个才不到2块钱，39.9块20个。你们来到云南就是旅游或者什么的，去买一现做的这种，一个都要4块5块钱，知道吧，叔叔阿姨们？真的非常好，赶快去吧，拍不到我们就真的没有了。没上呢？没上，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在等。这个鲜花饼，嗯，我也最后200单哈，叔叔阿姨哥姐们，最后200单，对。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人手你给我买一单，如果不好吃，给我退回来。或者直接给我丢了，谁这个鲜花饼真的是我吃过，说实话，何总不是说我夸你啊，这个鲜花饼是我在云南这边吃到的鲜花，我云南鲜花饼难吃的也很多，但你这个鲜花饼真的很好吃，叔叔阿姨哥姐们，所有吃过这个鲜花饼的，你们觉得好不好吃？咱们客观一点，好不好？谁说谎谁是那啥，好不好吃？觉得好吃的，咱们打2个字好吃，多买几单，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卖了。对，赶快去拍叔叔阿姨们啊！我的天哪，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抢这么快的吗？赶快抢，赶快抢！抢个5箱、10箱，瞬间100单的，这个瞬间的。我这你这直播间太吓人了。我如果苗总，我跟你说，如果我那时候干自己干号的时候啊，我不说多了，我就是321，他只要瞬间给我拍个5单10单，我都觉得我要笑，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这直播间的这个太吓人了。最后20单，最后20单，叔叔阿姨们，最后20单，叔叔阿姨哥姐们，最后20单，赶快去抢，赶快去抢，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多买，买个3箱5箱10箱8箱，放在冰箱里冰冻一下吃更好吃。支持你们两个，谢谢，更好吃，更好吃。你看，最后8单，真的是刷，最后8单，最后8单，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收到了之后，你们就会觉得有最后8单。真的非常好吃，最后8单，叔叔阿姨哥姐们，啊，太好吃了，这个皮一层一层的，特别酥，叔叔阿姨们，特别的酥。啊，这个就是那种破，最后3单，做那个破酥包，你应该有吃过那个破酥包吧？嗯，这个皮儿啊，它就是，我觉得好酥啊，破酥包的那个超级的工艺，就是，我们虽然没有申请那个传承啊，就是。我也不敢讲，就是非遗的那个。哦，非什么非什么什么遗的，这个东西是非什么什么遗的。那种叔叔阿姨哥姐们，工艺就是做那个皮儿的那个工艺，它是破酥的工艺。嗯，不错不错，难怪这么好吃。真的好吃。说实话，最后2单，还有2单，叔叔阿姨。最后2单，叔叔阿姨哥姐们，最后2单就没了，自己就想去抢去吧。我天，我都吃了好几个，非常好吃，马上对，快没有了，赶快去拍吧，叔叔。最后两单。嗯，这直播间，没了，最后一单，叔叔阿姨哥姐们，最后一单，谁抢着拿走，谁抢着直接拿走。我们说实话哈，何总，就是这么的牛逼。对，半年没见，苗总依然。叔叔阿姨哥姐们，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哥姐们，觉得小苗和阿米还是牛的，咱们在公屏上面给我打一波牛。我觉得我们虽然说这样吧，嗯，给大家鞠个躬吧，我真的。这是我们的，其实叔叔阿姨哥姐们，我说到这里可能就有点煽情了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从小无，我从小无父无母，大家都知道对吧？我从小无父无母，阿米如果不是碰到了我，最主要是有你们的喜欢，他不可能改变命运。他现在可能就嫁给那个不喜欢的人，有可能都结婚生子了。所以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直播间支持我还有喜欢我的小苗跟我们两个的所有叔叔阿姨们，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所以在这里我跟小苗哥给你们鞠一躬吧，真的谢谢，非常感谢。等一下阿米，你说，话还没说完。好，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就是阿米的再生父。对，你们这么的支持我喜欢我，我是离过婚的，你们也大家也没有嫌弃过我，反倒是觉得小苗这个人很真诚很实在，离过婚的都跟大家说了。嗯，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呢，你们就是
如果不嫌弃的话，就我想喊大家一声爸爸妈妈，或者说干爹干妈，对，好吧，干爹干妈们，咱们阿米给大家鞠一躬，好不好？好，可以，谢谢。我一起，我也感谢大家啊，我也好，把这个灯打得有点暗。太好了，不用，你坐。也感谢阿米跟姚总。真的，真心话，知道吧？真心话，说实话，如果没有大家的喜欢，真的就不来坐这。我们支持你们是吧？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如果真心话啊，咱们都说真心话，如果阿米要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会同意阿米嫁给我吗？或者说会同意吗？同意的咱们打两个字同意。会同意。大家都说会。哇，这么多叔叔阿姨们都同意吗？真的有点很意外，公屏上没有一个是不同意的。是的。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真的看到你们打的这些字，我感觉我的自信又回来了，就是我的那个信心，知道吧？因为你们也知道嘛，就是我爸爸妈妈，就还有我们他们家族，就是都不支持我们两个。哎，觉得就是小苗哥是离过婚的嘛，然后还有很多种原因，知道吧？叔叔阿姨们，真的听到你们这么多叔叔阿姨们打同意，真的超级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太感动了，亲一下。可以。干嘛在直播？我太感动了，说此时此刻我不是想找个人去依偎一下吗？苗总很幽默。来，我给你擦一下眼泪吧。哎呦，玩笑归玩笑，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是实话嘛，对吧？哎，不管怎么说，反正叔叔阿姨哥姐们，我今天答应大家了，咱们晚一点，什么贝母，什么什么烧什么黄，是吧？我该给你们唱，我疯狂嘛拉倒，无所谓，你们也都知道小苗的脾气。去年我是不是疯了？因为卖一些东西，我疯了多少次啊？没关系，疯了就疯了吧。有卖有些东西不是为了赚钱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是为了回馈大家的。觉得小有些钱是可以赚，有些钱是不可以赚的。我一直都是这种观点，说实在的，何总，我可能这就是我们苗总的格局，真的。人品很好，真的。人品你们两个人品都很好，都很好。不然你们两个也不能不会成为兄弟。这是真的。这样吧，叔叔阿姨哥姐们，谢谢。我们再给大家上一个东西。爸，何总，那个羊，我给你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认识的。那个成盒子的，不是没泡的。我给你们看，你们看有没有认识这个东西？对，有没有认识？你们可以猜一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你找了，我连我的包子上。来，拿过来，来直接拿过来吧。我找个那啥。簸箕小簸箕。簸箕。在这。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天花板中板。这是何总带过来的。何总带过来的。带给我。认识的打在公屏上面。认识是什么的打在公屏上面。何总，这个也是我一看我都认识了，因为这个东西假的太多了，这个你知道吧，颜色看上去乌漆麻黑的那种。这个是你们懂的，盆子里面的，那个懂不懂？什么盆子里面的，我们的这个东西吃上两颗，哇，特别香，两颗第一只老母鸡，对他们对菌子中的板中板吗？就是很多地方卖羊肚菌，不是说颜色越黑越好吗？这个无非就是工艺，就是科技。那个科技也很活。我知道叔叔阿姨哥们，去年就是我收获，然后羊肚菌你们千万不要买那种非常黑的那种，就是市场上市面上你们是不是看到羊肚菌都是那种乌漆麻黑就很黑的那种，那种是什么什么盆里面的，知道吧？我就不说那么多，应该叔叔阿姨哥姐姐们都知道的。你看我们这个羊肚菌，真的何总，你这个羊肚菌，说实话，刚刚一拿出来，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叔叔阿姨哥姐姐们，闻着就是对的。对，而且你们看这个颜色漂不漂亮，叔叔阿姨们，漂亮的打上两个字，漂亮好不好？你们看，真的
对的，对对对，那种很黑的，千万不要买四刷一门。你知道吗？这个羊肚菌，我在我店上。我都是用玻璃罐，玻璃罐，玻璃罐装的，是吧？哦，用玻璃罐就说明，用那种普通的羊，表示珍贵是吧？对啊，普通的羊肚菌我是用塑料袋，一袋放在外面的，这个我是用玻璃罐那种大罐，一罐装起来是吧？确实确实，叔叔阿姨哥姐们，想要的扣个一，何总，那这个你们平时在外面卖都是卖多少钱一斤？一斤吗？我们这个都是按这个羊肚菌了啊，我们就是按克卖，对，就是按克的名义。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对，我们都是100克100克卖的。嗯，那100克多少钱嘛？100克我们现在卖到280。哦。嗯。这个我就把我店里目前啊，嗯，就是这个已经是最好的了，我拿给你了。我知道，叔叔阿姨哥姐，这个不用多说的，我知道。但是何总，我希望就是你看咱们能不能往后面靠靠。我们去年是多少来着？去年是我没记错的话是900一斤，900一斤就得是900啊。是900一斤。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应该都记得的。我们900一斤，然后50克就是90。加8块钱，就是98吗？我不知道你们是今年不知道菌的多还是多，但是我听说今年价格是，今年价格也是涨啊，羊肚菌是涨，涨价了。今年你又直接跟我说你是多少收的吗？你就说多少钱收的就行。这个我是，你就直接说嘛。我这个我这两个那个跟我收货的人在这里啊，我就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个收上来就是1000多，1300。1300，也差不多，也差不多。要今年说实话，何总，我实话不瞒你，你以为我都是啥也不带我就过来跟你谈了？我对什么东西我价格都已经了解过了，知道吧？我的想法啊，叔叔阿姨哥姐们，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突然间涨价，你说实话大家可能也都难以接受。你看这样行不行？今天按照去年的价格给我来，对，按照去年价格给我来，你就900。下一次我把你这个店铺活跃度给你搞起来过之后，好评率自然会有很多的人找你合作。你给他卖2000卖5000，那你能卖得掉那是你的事，你看行不行？我们的话，但是我现在就是作为你的一个跳板，你知道吧？你踩着我上去过之后，我不踩你，我不踩你。我懂。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作为你一个跳板，然后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同行，不，更多人帮你卖。你其他的地方你可以卖高一点。对。你看行不行？如果行的话，咱们说实话，接下来还可以再深入的合作一下。因为这个羊肚菌哈是菌子中的天花板，天花板是刷的。而且我也是带着我是拿足了诚意，我拿了我最好的货过来试试，这是试试。这个真的好，这真的好。你看，可以吧，何总？这个我们接下来这个你也不要多说，就是按照之前，因为这个我也知道啊，就是涨价，你说你涨价去卖，也就是说这种我也觉得不现实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反正我把我的诚意拿出来。你是不是想说你要给我们拿差一点？不，差一点的我不要。我们不要那种，我只要这种。这个我这个人啊，你放心，我们不是认识1天2天，我既然拿给你是什么样的货，你展示是什么样的货，发货就是什么样的。那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什么样的货呢？这个我俩不是认识1天2天，你知道吧？我做生意做这么多年，我也不是说靠这个去挣钱，对，知道吧？所以我呢就是说价格我也不说我亏多少，我就是今天我不记我亏多少，就是反正他们俩也别说话。然后呢，这个我杨祖军知道，我就是我多的我也赞助不了，就是赞助不起，就是这能理解啊。50单我可以承诺，没问题。50单太少了，这样吧，你看你怎么着，我也不问你要200单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在的，我说实话啊，确实是好东西，知道吧？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吃得起，知道吧？对。然后我也叔叔阿姨哥姐，我不是说不是说大家怎么样，不是哈。我本意是我想表达的东西你们懂，是吧？因为这个东西有点贵，大家量力而行，确实挺贵，懂吗？因为这现在的大环境你们懂的，对吧？这样吧，你给我100单。100单吧，不然直播间这么多人，你看是吧？100单，好吧，我就问你要100单，然后就问你要100单。100单可以了。100单。啊。
叔叔阿姨哥姐们，咱们公屏上面，公屏上面，公屏上面，咱们打上两个字感谢。公屏上面打上两个字感谢。对，感谢。你们俩别说话。你俩别说话，说实话，说你俩别说话。我们现在是正在谈生意，是吧？其实说实话，何总，好，就不说了。你带他们来是不对的，说实在的，因为他们肯定是站在你那边，但是他们理解不了你。就像为什么你是老板啊，他们是员工，就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想法是想让你走得更长，走得更远，你这就是一种投资嘛。哎，事实就这样的嘛。一百的，冲你这话，可以了，何总，拿出诚意来。那可以是吧？可以吧？真的只能一百。可以，没问题。不能超、啊。可以，谢谢，感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天气热。现在我们说的是秋老虎嘛，对吧？对秋。有没有平时还没吃两口就吃不怎么吃的呀？小孩对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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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就是不爱吃吃饭的。不爱吃饭，对。叔叔阿姨哥姐们，炖鸡炖汤都可以。叔叔阿姨哥姐姐们，两颗第一只老母鸡，超级超级好的老母鸡。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它营养价值很高的。关于小孩子吃啊、我可以教大家很多种吃法。一种就是什么呢？把这个塞肉，把这个、塞肉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个羊肚去泡了，把它切成那种末啊，跟肉末蒸蛋，蒸蛋、哦，超级的好吃，营养。我跟你说，50克，你们蒸鸡蛋的时候就放一颗就行了，对，一颗就放一颗蒸一大碗鸡蛋。说实话，你光蒸蛋，说实话够你吃两个月。嗯，说实话，真的超级超级的好吃。而且你们看羊肚菌，我其实买羊肚菌，买好羊肚菌啊，看几个特征，一个是纹路密。还有个什么，就是它的肉头厚，你看吧，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捏都捏不动，真的，捏都捏不动的，超级的厚。想要的扣个一，我看100单，我的个天哪，我看够不够强？真的只能100单，苗总你真的确实捏不动，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哥姐们，100单放心吧，100单拼手速去抢啊，叔叔阿姨哥姐们，现在到秋天了嘛，然后就是。天气有点干，什么什么燥，然后你们拿去给小孩，就是炖鸡啊、炖鸽子、炖排骨，或者是都可以给小朋友，就是对，蒸鸡蛋羹啊。还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卖的便宜不代表这个东西它就是便宜货啊。这个东西我们卖是98，50克，就等于900块一斤嘛。这个在市面上没有低于1500的，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问，如果有那是大盆的。1500的现在只能说那种。长脚的啊，我在盆子里面了，盆子里面了，好吧，自己拼手速，5、4、3、2、1，一定要买100克，买个家里条件好的多买一点，家里条件好的买个200克、300克、500克都可以，送人、送亲戚、送领导，超级超级。对，因为你们在别的地方是刷一哥姐们，真的不敢保证你们买到这种正宗的，都是盆子里。90%，90%都盆子里，没有任何什么什么什么添加，是刷一本。你们看这个颜色就对了。100单，瞬间70单。我的天哪，这么快吗？瞬间的，非常好吃是吧？我瞬间70单就没了，这就是我跟阿米我们的粉丝联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你看吧，真的太快了，我的天。你自己拍100克的叔叔阿姨哥姐们，一定要拍100克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拼手速去拍这个。你们每次炖鸡炖汤的时候，只需要放个3朵或者2朵就可以了。还有最后7单，还有7单是就剩7单，一定要买200克的。对，200克买100克的，买100克的多买几单。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尝尝，炖鸡汤的时候放个2-3颗，放个2-3颗，放个3-4颗。你看我们的，还有说，我教大家怎么分辨，我们的每一颗长得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长得不一样。你像这种小的，有哈，希望大家能接受，对，能接受大家打个没有任何添加，叔叔阿姨们。去踩的时候你不踩，后面人家就踩过了。能理解的咱们打个能。还有5单，还有最后4单，哪还有5单？4单了，只有4单是吧？还有4单是什？你们这速度也这么快的吗？最后3单，我天，3单！你看，公屏上面都说能理解，都说能理解，营养价值很高的哟，是刷一哥姐姐们，菌子中的天花板。我只能这么说。最后2单，还有2单，给小孩吃，小孩不怎么爱吃饭的，或者没啥那个没啥吃饭，就是不怎么想吃饭的，你们就拿去这个吃。真的对，最后一单了，叔叔阿姨哥姐们，只有最后一单了，对的，只有最后一单了。对，2个羊肚菌真的能抵一只老母鸡，叔叔阿姨哥姐们。我的妈，菌子中的天花板，菌子中的天花板，在云南要买什么，就是要买菌子呀。买
菌子就是云南的菌子，就是很出名的，就是羊肚菌还有金棕，它里面没有了很多很多种。一单都没了，没抢到的对不住 了，因为这个我确实不好意思在这上。是今年的，而且晒得很干。今年的，今年的，包你今年的，而且晒得很干。来，叔叔阿姨哥姐们，我给大家随便拿一个哈，就这个。这个我在手里拿的时间久了，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挑的。我闭上眼睛啊，我闭上眼睛随便挑一个。这个小吧，给你们掐烂看，掐不动。嗯。叔叔阿姨哥姐们，你知道这个就是有肉感。哦。你们知道掐不动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它的肉厚。特别的厚。给你们看看，姐姐们。对。盆子里面呢，它不可能这么厚的，厚不厚？像正常的话，羊肚菌就像一张纸。正常的话它就像纸一样薄，这种薄厚说明什么？说明它好。叔叔阿姨哥姐们，哎呦，这个千万别丢了，别丢了，非常要泡着然后炖着吃。羊肚菌超级超级的好，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买过的，对，去年能不能来波口碑，好不好吃？是不是超级的好吃？对，你们觉得好吃的打上两个字，好吃好不好吃？刷一遍我都不好意思，我刚刚才说过不上了，你没看到就行了。没了。阿米啊，好吃是吧？嗯，没抢到的扣个一。不是我，不是何总，你人家咱们在云南，我们在云南，其他的东西你要说不卖吗？这是吧？我能理解你一波。圈子里说没货，我的个天哪！你这个打我脸呢？这个真没。那其实说实话，何总，我认为这与其说在打我脸。那说实话，这不打云南人的脸吗？云南菌子呀！我在云南，他跟我说没菌子。对，叔叔阿姨哥，没抢到的，再能不能再给我扣波一？叔叔阿姨哥，你们再给我扣波一。我要都要保证这种品质的。我懂，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我知道，现在就是这个菌，你是不是想囤着货留过年呗？肯定是。是不是？您说是还是不是？我知道过年他妈都卖1-2千都很正常，这是我知道。这个是。而且这是我知道，而且我跟你说嘛，最近中秋节啊，不是快过节了嘛，就像这种羊肚菌，我拿去就是用这么大的那个盒子，摆一盒，也是我的礼盒嘛，礼盒30克，那个一套，现在我每天都装不出来。叔叔阿姨哥姐们，他们说这就是这个品质的羊肚菌，装成礼盒装，就装几个一小包，哦，我知道，20-30克都卖100多，1-2倍，没抢到的给我扣波一，没懂我不问你要多。再给我100单，一定要保证100单，最后100单。放心，叔叔阿姨哥姐们，给不了那么多了，何总。不是，你听我说，你美女，虽然说你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我就不敢说你是吧？说实在的，你知道他何总没卖出一单意味着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看，当你说出你不知道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为什么你不是老板，他是老板，知不知道？这就是原因。因为他每卖一单，就证明他多了一个客户，对，他的店铺就能好频率多一个。叔叔阿姨哥姐们，所有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买东西的，能不能给个好评？能给好评的，咱们打个能，我再给大家上最后一百。好不好，叔叔阿姨哥姐们，再给你们上最后100单，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其实这个羊肚菌啊，你们中秋节的时候也是可以送礼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营养价值很高，而且100单，5、4、3、2、1，上。上了，叔叔阿姨们，赶快去拍！别说了，我赶快去拍。用云南话讲叫，把格局打开。谷歌长，必须的，谷歌长，必须的，谷歌长。可以必须的，其实说实话，这也就是人家为什么是老板的原因，知道吧？这波格局，说实话，真的太没毛病了。我买赶快抢，买100克的，买个200克、300克。叔叔阿姨哥姐们，真心给大家说句话啊！我天哪，小孩超级喜欢。去年买了很多，然后。叔叔阿姨哥姐们，赶快去抢，买到手的，你们绝对会谢谢我跟阿米的，这个东西是真心的好。叔叔阿姨，你们在外面是买不到这种，我手上这种你不可能能买到的。我实话，还有最后11单，这么快，90单又抢完了。这次你小孩特别喜欢吃，我要是再问你的话，我都是小狗。下一次咱们自己拼手速去拍，再卖也是不知道老板大气是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对，因为说你赶快去拍。我也想你卖多，但是呢，这个东西第一你是什么样的价格，你让我亏的多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要保质保量。别说那么多了，我要保质保量。说实话，这个我懂，这个肯定是。还有最后的7单。只有最后7单了，叔叔阿姨哥姐们，只有最后7单了，抢完我不会再上了，抢完我绝对不会再上了，你们赶快去抢，下一次，对，下次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大家找个图片，你们。
对比一下吧啊，就是说实话市场上面那种黑非常的黑是帅哥姐们，那种看着漂亮。你看我们这个颜色，你看颜色怎么样？是帅哥姐们，你找一下吧，我这个，而且每个都长得一样哎，他那个直直的，是帅哥姐们，看到这里。